凉啊凉，股骨鸡腿排，哦，这内底拢无骨哦吼，掺着一支骨头配起。这三支外口一块八百，这三支多少钱？五百，吼，加五百四百，拢唔免先提钱的先赢，三百就好三百块。爱食鸡腿的，鸡腿排来三百就好三百块，三百就好三百块，两个哦。啊，无来啊，这支够你，这支够送你，这支够你，三百无够。要求这把鸡腿嘛，起价啊！弄个你啦，只要欢喜，只要送啊！三百就要三百块，三百就要三百块。最后搁一个，最后搁一个，我搁招一个人可以跳出来，三百，搁交你，三百就好。啊，无来啊，免等你跳出来，这支搁你，三百来就好，规支中去，规盘中去，三百就要三百块。最后一个人客，三百三百三百块，三百三百三百块。最后一个人客，三百就要三百块，拢有了吗？通通有了啦吼。真的美女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比 QQ 球还好吃，真的比 QQ 球还好吃，真心话，不骗，三百。试吃看麦，哦，三支无，甲你算啊贵，百五就好，150块，百五就好，150块。试吃看麦，百五百五，最后一个人客，百五百五。150都有了吗？这个不知道啦，对，这个这个是谁？这个人可以像这六只三百米啊，两百给你就好，200块。你在公分啊？好，是谁啊？好，来，我来，我来，你如果不要我要死，我来画出来。我真正要画最后一幅啊，老婆，我要休息啊，我要卖什么？我先卖这个啦，大事的，大要客的，来，来阿嫂，你去甲我传去落，我拢无卖过，你听见？来，等下者，我来讲，恁爸先拍一个预台，恁欢喜者。来，新股长有这张的，你若信任我这个头家会到，直接牵出来，恁免问啊，100我牵出来，100块。是牵住，一百，几个拢包起，几个拢包起，一百块，给一箱啊，你送掉，我给。那边直接无时间，我估计了了。一个，一百块弄的，谢谢。倒落去，倒落，拢好啊，拢倒落，拢倒落，一百块，一百块要来无？一百块要吃来无？500的手举起，500的走，1000的手举起。1000啊，手举起，到八十，算看嘛。今麦差1300，迄箱卖2000，今麦收1400是咩啊？咩啊包？100个要下无？来啊，一包包啊！无紧啦，上贵可以啦，无变咯。来啊！好啊，你先去收，去包包啊！无变啦，等下我家己收啊。是我讲啊，这拢卖袂啊。拢收起来啊！我拢爱卖高级，来一箱起起。唔卖我就吹了，唔卖我就吹了，吹较爽。我走无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即摆过来起起，拢是我阿多无卖啊。恁现场够有人要撞火标的？也是卖无百几台，也无人要加手好。来，这啥物有人知无？有人知这啥无？这叫鲑鱼头。这当然会当煎，会当烘，会当煮面做。这冰，刚才只半八大日本料，你烘出来用一个铝箔纸烘出来7500，你卖怀疑啊？7500加7500偌济？1500。来，阿叔，你后壁敢会当洗一块迄落？我这条布的台啊，一块我无啥搞。我唔免让你开1500，但买到只大麦，1200收起来1800拢唔免。我阿妈伊头一家子啊，你会吊车啊？先加钱来500我了。有人要食鲑鱼头的无？500块了，500块。500有人要吃无？招招一个，唔惊我500块。你若冰，你若冰箱冰个多，你开500，我互你送。500块啥物事啊？阿叔来送西瓜。这家小贩人要来无？500。500有人要吃无？你若要这500，你冰箱一定要有够大骹。我无惊冰箱冰会下哟，你会煎袂落。再过哩，再过来。外口卖讲1500、1200、3400、6个人客，开500，啥物事啊？500块，搁要食鲑鱼头的无？500块，谢谢，我再搁请你，你豆豆只超爽，超欢喜啊！再过来，再过来，我最后搁招一个人客，才几斤你知影？最后搁招我这种大妈呀，500，然后搁一个人客500块，500搁要食，搁一个人500块，500块搁一个人客500块，500。三个加钱，三个加钱，这波拢给我加到。
一千你都买袂着，五百都报定起来，五百块都报定起来，五百块买啊，搁一个人加五百块，五百搁一个人加五百块了，五百块。小姐，我来讲啊，我今麦招三个，我今麦差一个人加啊，你今日倒来卖给我算我这几瓶。你镜头给我调出来，我若莫安尼过哦，你咧，我将来莫安尼过啊！我来讲，今仔真正无少代价啊！我真正要煞，再过你，我卖你金刚啊尔啦！全部最后搁一个人加，你冰箱冰起来，豆豆一个啦，五百你啊，补贴起来。来啊！哎呀，莫安尼啦，五百块，最后一个五百上面来啦，最后一个五百上面加五百块啊！来啊，报钱啊！最后一盘五百上面加冰起来，你会好？阿志斌啊，话声啊！话声者，小姐，来给我发。你拢卖走啊！我拢甲你发高级的，来啊！要食高级的，你咪一堆啊，无爱客气尔。有当时啊，买手无好哦，客气去伤着啊。买手若无好，客气都物件起来，当时啊白痴哦，迄伤着啊。来，即箱我逐工都抢了了，逐工咧。啊，不过我来甲你讲，这是进口的，进口的。进口的，恁知无？来，这足贵的哦，足贵的哦，无上啊，来边啊讲。啊，不过有伊的道理啊。这敢有水啊？恁帮我鉴定一下，这敢有青？这有水无？这进口的，这叫啥？兰花色。这不是要吃浓，不是要吃紧，这要吃伊的肉的甜啦。这只餐厅吹起来三五，你免怀疑，一只吹起来三五，一只你当会当吹当三，拢会当。来，我来讲，这餐厅吹起来一千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有人要吃的吗？我没要叫你买啦，有兴趣的手举起来，有兴趣的举手。有人要吃兰花蟹吗？有人要吃兰花蟹吗？来五百块，来上面吃兰花蟹五百块，来上面吃兰花蟹五百块。有人要吃兰花蟹吗？五百块，五百招一个人买好不？兰花蟹，这两块你不爱吃啊？叫警察来来关，打电话叫警察来来关，人你化鱼的用鱼也别走了，无啦，有当只注意你个意味，你听好无？你看五百即摆无人要客啊，你还叫你来负责啊？迄个牛排啊，迄个牛排内底的人，五百上面是五百，有人要吃兰花蟹无啦？恁别介绍，你介绍个热热腾啊，无半个啊，五百有人要吃无？我甲恁恳求恁现场的人家，一个人家客钱出来，你四零五五八，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人家，来我照顾你，来五百块上面吃五百块，有人要吃人，这长得家己咧化咧，恁遐抢甲烧巴，恁遮刀人无人要吃人，我是真正无爱相信，敢真正家己含遮差济吗？来五百上面吃五百块，招一个客钱五百，这千五你都吃袂着，来往边啊角子，往边啊角，五百上面吃人我先，我搁讲一届啊，这是要吃伊的甜啊。吃伊个鱼，吃伊个肉丁啊！我再告恁啊，我招一个唔惊，我五百块你钱我一个就好啦，一个人给五百块啦，相信我一次啊！五百块上面一个兰花，五百块上面一个兰花蟹，有人要来无？五百块，五百块上面一个五百，来掏钱啊！其实真系咱拼，我袂直接面拖时间，我是这四样上多的拖时间，到位啊，我上多的，贵啊，成本贵啊，一瓶四个，这四样无可能够，你看到这个价钱啊，三百好啊，来三百块钱，来三百块，你啊三百块，手啊提起来，钱来啊，手啊提起来，免拜托啊，免拜托啊，免拜托，这卖三百，免拜托啊，提起来，老阿舅呐，这三百我唔免甲你拜托啊，来啊，包括了啊，三个了啊，三个了啊，搞出出。出租带回去卖完了，我免惊卖袂出去，哎，这免惊啊！谢谢，感谢你。多谢我一个啊！多少客官？谢谢。三百块要来哦！多少客官啊？今天这卖三百，笑死人，真正笑死人。迄个叫干大块，恁卖多少叫笑死？三百块要来无？来，我卖两个啊。晓得吗？喜欢的。喜欢有的。来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无可能阁袂安尼啊！哦，我是感觉这足歹收的，啊无我无可能我这个价钱。来，好收了，好，这拢卖完了，来，扛起来帮我收好，这箱收好，来要画好的拢甲画好。
来干杯起去。医生叫他做事无？陈家门啊。来，然后人要食干杯无？干杯，人要食无？大粒的啦。你若好啊，就去。来啊，遐虾好哦，你啊搞整理好，真正遐贵一点，爱帮我处理好哦。来，你若要食细粒的干杯，卖来我这打，我这打坚持拢袂大粒的。我马上叫细粒，我无啊，我著坚持袂大粒的。这一包增加好七啊五，七啊五加七啊五偌济？千五。两个人加搞买干杯，三个人加买干杯，四个人加买干杯。千五我唔免千二，我唔免要食干杯来，一千块上面食干杯。来坐啊！一千块上面食，嘿，一千块。来啊！我要恁讲哦，通膨的时代真正到啊，嘿，真正我无爱骗，我有足侪回，真正一世人冇叫过遮贵的，无甲你好笑，好来，我再告你，全部三个人加客钱，我一包过来，一包过来。这全部干杯三斤半，你若买就退钱，三千、两千、千二都唔免，先加钱的一千块。来收台。阿叔干杯够无？好。卖个考虑啊，最后一个加钱了，我来留。一包过来，最后一个一千块上面。阿姐啊，来干杯，剩一个一千块上面一个干杯，同样这个就好啊。你干杯真面，你会当退钱，一千块最后这个上面一千块，一千块够要吃无？干杯，拢有啊吼，来。你真正足惊我这个头家甲你骗钱的人家，足惊你知影无？我甲这间卖足济年，我家己厝的人嘛食足济啊。两个人家你毋捌买过试食四百，了小家庭你毋捌买过四百块。有人要试食看卖无？四百，四百块上面试食四百，四百一个人家试食四百。收起。第一个要干杯啥？我这边啊。这包够你十块了。